天到了，一定要减肥。三月不减肥，四五六七八月徒伤悲。每年开春最痛苦的事情莫过于劳民伤财的掉肉运动了。而如今说到减肥，怎么能不提这个人呢？48岁，两个孩子他妈，拥有着从70公斤减到49公斤的神话。对，她就是韩国塑身女王郑多燕。由于当天来到现场的粉丝大多都是重量级的，郑多燕也特地教给大家一套从没有公开跳过的动作。娱乐新天地综合报道。